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铁男，我操，带了技能这么狂。 再给我一把萃取。 暴雨学校。 中路被单死。 他还有 TP， 那这波线我要推，我推一个卡住。
抽两个图，估计这个也可以出战术，出这个。 容易把它打穿。 他回头走，他就是，就堵他回头走。很多人打剑魔，现在你放 Q 2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回头躲。他回头躲，他就是。因为我锯齿短臂，但我有躲的优势。 15 No No 15 No 他要死了。 德兰敦可以卖了，没什么用。
아, 그게 시계다. 아, 이건 라이언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나는 준말이다. 나 어디 죽?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他没算。 铁男能一直死？那我不知道，可能刀妹玩的比较好，而铁男玩的比较菜。 我带火肯定要杀穿对面的人，我如果带 TP 我会稳就稳，但是我带火我一定会杀穿对面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나이나 나이나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这不算，啊，这个都不算，心脏大。 喜欢玩他妈大心脏操作。哦，我操！妈跟你们！ 帮你们解开这个地图，他妈差点给这刀妹杀了，好烦呐、啊！都没伤害，差点他妈就出事了。嗯，我两件他一件都没有。 这是抗压的，他不刷石头，人就是留给我刷。
别吃月月线，这个兵线不能动，这兵线是队友。爆你今天是很关系的。没抢到。遇到可能会冷，我也坏了，没打过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铁男把那个剑姬给杀了。妈，五个头啊，一次都没死。这个卡是。我不能死啊！我操，我太肥了。大队好像有点快，行。走着你会被狗钻，你让铁男去牵制他吧。
逃？想逃？谁闪的？他闪。我操！牛逼，铁男。鼓励一下队友。差点他妈逼买错了，换双鞋，换双鞋子穿。两分钟，叮，可以，一雷开始了。一雷开始，那我的任务也差不多完成了。后面有个刀没扔到头头摸摸。你看这铁男就很懂，他去单带牵制这个剑姬，我们这样正面就后顾无忧了。我操，这刀妹！我操，都晕到我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允许。想逃，剑姬，哎呦！你死了。Double kill。Good team。这豹女应该心态崩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100块，0-9，把这剑姬打到这把游戏都跟他没关系，还好，大点不关注啊。这剑姬是个大师，大师。